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视频创作人小耿。今天呢，乘坐着地铁三号线前往华强北商业街。大家都知道，华强北呢是一个买卖二手手机以及配件的。现在呢，来到了咱们的远望数码城，现在是早上7:30。远望数码商城还没有开门，咱们呢到别的地方看一看华强北的全貌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华强北的对面，然后呢有一家华强北电子世界，他那个呢也是做手机配件。深圳华强北这边档口一般都是下午10:30左右开门，然后呢现在来的也比较早，现在大部分档口都没有开门，里面档口的老板呢都没有来，只有一些就是零售的小手机店呢开门了。华强北远望数码商城的后面呢是明通配件城，然后呢后面呢还有一个叫明通手机配件城，这边呢是专门卖化妆品的地方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视频呢带大家看一看明通数码配件城，喜欢的话记得给我点一下关注哦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祝大家开工大吉大吉大利，感谢大家。